我喜欢你像风的温度，温柔的缓缓的轻抚我攒下的所有小幸福，但这后座的夕阳因你也被私藏，这一天所有对美好的向往。三二一，起来！夏风吹起的酒，我们在热泪盈眶，不敢说的心话就让风告诉吧，追溯过你名字却被带上给写纸，就让我再试一次勇敢的和你对视。如果英雄也平凡点就好了。哎，你说这么巧啊，这是你儿子？对啊，而且之前啊跟佳佳也见过，在医院那次啊，你说还有这层缘分是多巧啊。哎呦，佳佳你什么时候去医院啊？就在咱受伤那次嘛。哦对，他们好像有个同学受伤了。嗯，佳佳，到这儿别拘束，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啊。哎，你看然然平时在家就这么随意。是挺随意的。来啊，这个路上还挺顺吧？哎呀，现在不是过节吗，没那么多人了，这台车少，上班的少。儿子，你说你都写了一上午作业了，这好不容易有个朋友来，跟人打个招呼。Hello。 哎，对了，冉冉，这个你可以带佳佳去你房间，你不有好多游戏啊什么的吗？你们去玩吧，这大人聊天你们肯定觉得无聊。去吧。可以啊。佳佳，去吧。去吧。随便看看吧。这就是你跟你妈说的写了一上午的作业啊。男生嘛，房间乱一点很正常。嗯，明明是在玩游戏。哎，这个照片，虽然很难相信，但这的确是一张随随便便的抓拍。这是沈倩宇学长吧？抓拍都这么帅。电脑里有游戏吗？你这话问的，我这么紧跟潮流的人，什么好玩的游戏我没有。扑克飞车有吗？电脑开着。啊，我刚刚在用它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游戏都调出来了啊！我知道。什么？咦，你大白天的这么明目张胆不好吧？你胆子也太大了。不过我也能理解啊，
下次注意点儿。不是，佳佳，你在想什么？谁告诉你这些？哎呀，不要害羞嘛，我又不是别人。我看你游戏也别玩了。哎，看看网上课程，洗涤一下你肮脏的灵魂。哎，不是，我这账号还没登上去呢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是社会积极向上好青年，你有意见？哎，我就不信了，我。老人家的情况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，胃口也好多了。哎，最近都长胖。顾医生啊，当初要不是有你啊，这个年我们家那是没法过了。你这话说的，我那是医生的本分，这好的这么快，那是因为啊，老人家身子骨硬了。就是啊，也不知道孩子们饿了没有。要不我给他们洗点水果去。哎呀，这玩的正开心呢，你就别打搅他们了。如果真饿了，然然会弄啊。你看你这儿子自立性多强，那不像我们家佳佳，什么事都得我们操心。你们家佳佳多懂事啊，性格又温顺。我们然然啊从小就会照顾女生，所以他们在一块玩啊不用担心。说的是呢，不然怎么能玩到一起去，是吧？对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家佳佳性格很文静，从来不跟人家起争执。那是啊，你看这。你先把我头发松了。行，你等着。你怎么还咬人啊？啊！要不我还是洗点水果去啊？对对对，弄点水果。刚才聊到哪儿了？哦，那个，你说老人家在平时还要注意点什么？哦，对对对对，有，尤其这个呼吸道这方面的疾病啊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。新学期第一课，我们先复习一下。最近这个流感有点严重，大家还是得注意一点。虽然天气转暖了，衣服也不能一下脱太多。还是得预防一下。班长，你课间去找我拿点醋，然后在班里熏一熏啊。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干嘛呀？你想参军语呢？你有啥直接说呗。儿子，就是最近流感期，我和你爸呢想去后援支援一下。啊，其实也没那么严重，就是去帮个忙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时间有点紧，明天就得走。嗯。那你们吃多久啊？啊，最多半个月，长的话也就一个多月。这听起来还挺酷的啊！你怎么着也得上电视吧？哎，要是上电视跟我说一声，我跟我同学炫耀炫耀，多了不起呀！你看，我就说咱儿子没问题吧？这巴不得咱俩出远门，他一个人在家多自在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也就一点。来来来，吃饭。啊，这今天这菜太辣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吃这个，这个不辣，就你嘴挑。
那你爸你妈都不在家？对啊，最少得半个月才回来。那你一个人在家多没意思。哎呀，这有啥呀？以前不也经常加班不回来吗？早就习惯了。再说了，多自在呀，都没人管我玩电脑了。我这正愁穿越火线新模式没时间玩呢。咋样？今天晚上一起玩？那当然。去不了，我得帮我奶奶收摊儿。安生，你呢？来不来？不去。你晚上也有事儿啊？写作业。啊。哎呀，看来你们都享受不到这个福分啦。你干嘛呢？想家。小江，小家，上好家。写数学作业，我刚想出来怎么写的，被你一吵都忘了。你消停一会儿吧。喂，陈女士有何贵干啊？哎，然然，你自己在家没什么问题吧？我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刚跟朋友吃完饭呢，刚到家。那就行。房间抽屉有钱，你要是不够了去拿，请朋友吃点东西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又不跟你客气。陈医生，有紧急情况。哎，马上来。哎，然然，那个其他的也没什么，我跟你爸还在忙，先不说了。你不要熬夜，早点睡啊。啊，你。真够忙的呀。哎，怎么样，打通了没有啊？没有。奇怪，一个小时前还给我发骚扰短信，这会儿联系不上了，睡这么早啊？骚扰短信？什么骚扰短信啊？也许人家真的家里有什么事儿呢。你不是说他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吗？那他一个人在家肯定是有点不适应。你一会儿啊去上人家看看去啊。哎呀，奶奶呀，您真的是多想了。今天上午他还跟我们嘚瑟说他一个人在家有多么多么的自在。他说自在你就信是吧？难怪呀。难怪什么？难怪你之前呢交不到什么朋友。顾然家地址？对啊，你不是去过他家吗？给我个地址。哦，那我发给你啊。没别的事了吧？那我先挂了啊。哎，等等，你现在应该没事吧？干嘛？哎呀，你别催了，我这不都到了吗？我说你就是大惊小怪，他这么大个人能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你赶紧过来吧，追剧追到一半还等着回去看呢。顾然，顾然，你在家？那你怎么不接电话？这就睡着了。怎么这么烫？喂，官方，顾然发烧了，你还有多久到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前面好像堵车了。这样，我先给他物理降温吧，家里应该有退烧药，
等你到了，如果还没退烧，就带他去医院。嗯，好。平时挺欠揍的，生起病来还怪可怜的。你醒了，感觉有没有好点啊？好多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给我开的门吗？你可真行，人都不清醒了，还随便给人家开门呢。其实是官方联系不上你，他担心你，让我过来看看。幸亏我住得近，不然人烧傻了，人都还没来呢。嗯，幸好。不过话说，官方怎么还不到？哎。他夏天的风催促着我们的激动，幻想着城堡。腿麻了。嗯就别再掠过。估计官方到了，我去门口接他。哦，好。我可以问一下？你在干嘛吗？那，你问的非常好。鉴于你还要独自生活半个月，今天这种事情以后发生的几率会非常大。以我对我奶奶的了解，她绝对会每天让我来看你一眼。我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，决定把你打包带回我家。啊，这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多麻烦奶奶呀！而且，听说你要去，我奶奶已经在家做了红烧肘子、油焖大虾。清蒸鲈鱼、五香牛肉，还包了饺子。
等什么呀？走啊。家没有多余的地方啊，这不挺好的，我们俩都睡地上还宽敞，他怎么滚也不会有危险。没想到你对他这么好啊，还特意借来家里照顾。我是怕我奶奶念叨我，跟他一起睡我很勉强的，照顾病患我还嫌麻烦呢。不然呢？我先在外边接电话吧。对，按照目前的计划来看，我们还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回去。嗯，我今天……哎，对了，要是医院或者是病人家属打家里电话，你记得帮我们记一下，紧急的事情不能耽误。我知道了。不许动。你刚刚看起来特别有故事，不转过来的话。转过来又不是狼。转过来是事故。怎么才过几十分钟又不开心了？连你都能看出来的事儿，偏偏他们看不出来。我经常怀疑，对于我爸妈来说，病人真的比我重要太多。知道吗？小的时候他们每天都加班，我闭眼之前是一个人，睁开眼了还是一个人。不开心的时候呢，就躲在家里的某个角落，想象着他们下班回来以后找不到我手忙脚乱的样子。可是当我睡一觉都醒了以后，他们都还没回来，所以我又只能抱着枕头再躺到床上去。到现在他们都不知道我小时候跟他们玩过无数次的捉迷藏游戏，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找到，所以让我赢了一次又一次。我好想输一次。那我今天赢了呀，我找到你了呀。早说呀，我玩捉迷藏可拿手了，你以后想玩就找我，不过我可不白玩，输了可是要请我吃零食的。你笑了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……托你的福，心情还可以。那就好，你这个人还是适合笑。哎呀，不早了，把牛奶喝完了，赶快睡啊！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。哎，以后睡觉的时候把被子盖好了啊，要不你又感冒了。
嘛？你脸好红，你是不是上美腿？没有，早就退了。那你脸也太红了，心跳加速，不正常，很不正常。我真没事，睡觉了啊。哎，不是外人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你让我看看，你让我摸摸。哎呀，往哪儿摸呀？睡了，别摸了，摸一下。别摸了，睡觉了。哎呀，别摸了！你发烧，摸一下。张龙让，你跟顾然认识这么久，到底是怎么忍受他的？安让，我跟你说。官方他晚上打呼噜像放炮，你懂吗？要不是顾然还喘气儿，我真怀疑他变异了。他昨天晚上一脚把我踹出去，到现在我腰还是轻的。你赶紧过来降了他吧。我这大病初愈，安让你都不来探探病吗？我一个人是真治不住他了，你赶紧过来救我吧。关奶奶做的锅包肉绝了，你快来尝尝。完了，一早上起来鼻子就堵了，不仅没暖气，连热水袋都是坏的，抱紧我的小毯子瑟瑟发抖。开门。什么嘛，连让让都学会恶作剧了。喂，让让。本来打算去官方家给顾然带点药，买多了。顺路就送过来了。哦，一南一北，不是反方向吗？冉冉，你这顺路顺的是你自己的心意吧？你家在官方家和药店中间，所以……不用解释了，我懂。冉冉，我就喜欢你的口是心非。哎，你说张龙让还会不会来啊？不错，你看他半天也没回消息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会来的。读不读？读。我就不信了。差不多了。什么差不多？3 2 1，谁呀？不是吧？不是说过，阿让只是话少，人还是很可爱的。嗯，吃药。阿让。是你特意给我买的吗？治脑子用的。我不回去了。哦。那能不能松开我？说真的，从我5岁以后就再也没有跟别人一起睡过了。之前害怕的时候都是贴着墙睡，哪来那么多有安全感的时候？还有，你特意买的暖水袋特别暖和。原来当病号的待遇这么好。别误会，我不小心买多了。
你们俩要是不怕着凉，我还怕被传染，那被子都盖不好。就你们这些学霸，也就学习好点，你照顾自己一趟。你能好哪儿去呀？啊，你以为昨天晚上你露大半个身子，田螺姑娘帮你盖的？我体质好，我不怕冻啊。我体质能比你差啊？嘎嚓！来，比比，咋比较比呀？还是？哎，这是拉倒吧。我出去接个电话啊，我们改天再比。喂，妈。圆圆，睡觉了没？咋，没呢。有个好消息，会员的流感基本已经控制住了。你爸忙了一周啊，都没怎么休息，为病人家属陆续送了好几面锦旗。本来啊，院长还想让我们多留几天，但你爸操心你自己在家不放心，非赶着要回去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哎，不用操心我，我在我朋友家呢，他奶奶手艺可好了，我都吃胖了。那就好，等妈回去啊，给你做好吃的。我想吃饺子。好好好，到时候啊，让你爸包，他包的好吃。哎，你们在外边多注意安全啊，早点回来。好，放心吧。哎，你早点睡啊，明天还要上课呢。嗯，拜拜。又想发烧啊？感觉不管什么时候，这个世界都需要英雄。但是，应该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家人去当这个英雄吧？英雄子女的特殊优待，你今天晚上能用得上？这随身听算什么特殊优待啊？官方又打呼噜了。你们这么睡真的舒服吗？男生的友谊你不懂，我们从来不嫌弃对方。哎呀，古然，你都翻多少次身了？吵什么吵？回抢我被子。别吃我，给自己。我第一次发现生病原来是这么幸福的事情。是不是担心我担心的睡不着觉啊？要吃了吗？吃了。
热水袋很暖和。躺会儿睡。嗯，我已经躺下了，你呢？我也马上睡。鼻子虽然塞住了，听觉好像更灵敏了。听到他的声音那么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，我好像什么都不怕了。猜我一定是喜欢你了，没有任何原因，也没办法说明。我猜一定是上天的指引，让我遇见了你，最好时候的你，给我勇气，也给我爱，这是我的底牌，不再怕遗憾，因为你一直在。就算我影子放不开，不敢大胆说爱，到现在我不想